来啦，奥巴马送给枪支产业最大的礼物是枪支管控。在美国经历无数次民众持枪杀害他人的社会悲剧后，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美国国会枪支管制是必须的。但是没人理他，于是总统决定动用行政命令啦。奥巴马希望所有枪支交易的人员都要经过仔细审核，并扩大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的编制。他也想透过身家调查了解潜在危险枪支用户，另外还想投入更多资金在枪支暴力管理上面。那些枪支爱好者们则认为奥巴马有点给他管太多哟，而他的确是需要管这么多啦。美国人很容易大惊小怪，并幻想政府一定会把大家的枪都没收，要是没枪可玩怎么办？很简单啦，买更多不就好了。每当奥巴马开口提到枪支管控时，军火大佬们反而赚了更多钱，或许奥巴马闭上嘴还比较好。至于那些爱打手枪的，或许该换个方式来撒钱喽。